又发现另外一个野鲁了。这附近哦，附近很多犬鬼，犬鬼就很麻烦。先染色好了，染这个，哎咻，染好了，然后用剪刀剪羊毛。哇，这只是黑暗的，黑暗的犬鬼，走开，走开，走开，走，我走，我射，我再射，我咻一咻，一刀一刀射，我他妈追得好凶哦，越来越多只了，不太妙，不太妙，我射，我射，射死了，有了，有了，有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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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还没断之前有没有？我好像马弓射手哦，骑在马背上。好啦，再懒一下，继续剪羊毛。野鲁，我就靠你了。我要几个？15个是不是？15个，拿到15个，我真的也差不多要挂了吧？哎、欸，看到了，看到了，又看到一只哦！哇，哎、欸，最后了，最后了，最后一只哦！这个，不要走，不要走。为什么都到最后了才发现这么多只啊？他们在的地方真的很难死，很难靠近哎、欸。好了好了，这样子有了吧？20个了，20个可以做很多个了。我的狮子嘞，狮子回来哦，我们回家了，我们不打了好不好？我们回到家里就来做我们的床，要5张是不是？用这个橡木，我最多的就是橡木了。把橡木分解，然后全部都做床，做床。哎、欸，我可以做6张哎、欸，先做个5张来着好了。把床全部都交给你，完成。要这么多张床，这里放得下吗？你认真的吗？可以睡这么多人吗？哎呦，房子的屋檐改变了、欸，它只有改。屋檐而已，这里还多了一些造型。哇哇哇哇！哎、欸，完成了啊！我等你这么多张床，啊，你也才放2张啊？你在骗吗？要我这么多张床干嘛啦？哈、啊，你在骗吗？多余的床嘞，多余的床你吃掉了，在骗吗？现在可以睡2个市民了，哇哦！哎呦，那继续升上去嘞，可以睡更多市民。这个哎，继续升上去，好像有哎、欸，3个，可以再睡更多人。好了，我现在不要了，再升上去我就要再升这个小屋，然后才能再升上去。如果要全部都有人睡，我还不如再盖一个4民小屋，对不对？2个市民小屋。让所有的市民都有地方睡，这个比较合理吧？这个是什么？这个哦，这个要50点哦。那这个嘞？这个要50点，为了一个卫兵塔，这么贵哦。所以我还要拿到更多的点数。这个草原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嘛，对不对？那个去森林好了，把森林解锁。那个山脉我解锁了嘛？我觉得森林应该跟山脉一样可以解锁，解锁完成之后就可以做出这些东西了嘛？是不是？有希望吗？好，我们走去森林。我们来到森林里了，来到森林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移动的蔬菜喂它吃，这个嘛？是不是？是这样吗？我看一下，没错没错，树上的平衡。实体互动有没有？对它使用一下就可以了。好好好，我们要去找它。好了，我看到阿里龙了，在前面那里。首先我要先突破一下这个树人区，这里好几只哦。还好树人还蛮简单的。阿里龙2个，我们有阿里熟阿里龙，嘿咻，喂你吃，喂你吃，喂你吃。耶，树上的平衡，它有变我的吗？喂你吃，喂你吃，你有吃吗？树上的平衡，哎，我全部都吃完了、欸，
吃完有什么好处？不管了，这个完成了。哎，等等，谁又来偷咬我？哦，哎，差点要死了，哎，还好我的恐龙有救我。哎呦，射一下，哎，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个好恐怖，我要先射死，太恐怖了，被偷袭了。哎，我本来只是想要看一下这个任务下面是什么而已，认识牧羊人，与树人会面。啊，他能照顾所有生物，树人是真正的牧羊人。我与他们会见 NPC 任务，哎，与树人会见。啊，我不是预告很多树人哦。哎，等等，奇异的物质，奇怪的物质，我打到了。奇怪的物质，这个提交完成，太棒了！哎，我的狮子不要跑了，我的狮子，我们可以继续的朝下个阶层了吧，对不对？继续看一下，它分裂了，研究什么奇怪的物质啊？要找到更多，十个哦，哇，打到两个。所以要打那个更多的，哎呀，我这里是不是有树人？与树人会面，树人跟我会面，啊，这样算会面吗？哎，认识牧羊人，有了，认识完毕。原来跟他打架就是要认识牧羊人哦。好了，我认识完毕了。这个要十个，那下面这个是什么？返回狩猎，伯爵的头骨，哇！我告诉伯爵，对他说不要进入森林。伯爵死了，啊！不要进入森林，不要进入树林。所以在这个树林一直打，一直打，就打那个就可以打到奇怪的物质哦。然后也有机会有他的头骨，应该是吧？照理讲是这样吧？一直打，一直打就对了。然后我现在我继续做我的3D 任务啊，森林任务，哎，解锁了，有树椅，哎，哎呦，好恶心哦，树椅，这一个是什么？阿里龙，杀死四只阿里龙，然后还有什么？树人之壁，哎，树人之壁我蛮多的，哎，我回家就可以用了，然后还有什么？驯服藤蔓，我，哦，还有这种东西哦，这个是什么东西？植物的款待。用南瓜加甘蔗或者小麦哦，植物的款待，我还要驯服这个哦，驯服藤蔓，坐狼感觉好像也跑得很快，对不对？感觉很强，有没有？高树人，哇，大颗的树人，有没有？好好好，有空我们再去找看看，不是现在就要找看看。现在我们就在森林内嘛，四处看看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射射阿里龙好了，好不好？阿里龙，哎，没射到。阿里龙射，这是我驯服的阿里龙，结果自己射死了，这样怪怪的，有没有？阿里龙不太会动嘛。好了好了，一只一只，还要什么？还要几只？两只是不是？哇哇哇，都射死。有空我应该要吃吃阿里龙的肉，看看。好不好吃，哎，欸，他们说很美味，是不是应该很好吃吧？那个奇怪的物质是不是，哎，欸，这个是什么？斯特赖德，感觉好恶心哦，喔，我想说奇异的物质是不是都是射这个掉的，啊，好像是，哎，欸，哎，欸，等一下，这个太远了，这样射得到吗？哎，欸，射到了，还要跳下来吗？过去一点好了啦，吸引他的注意，让他们跳下水边。奇异的物质，哎咻，射，我射，我再射，拼命射，有没有？哎，这个怎么没射出去？好了好了，不要了不要了，我们不要射那一只了，射那一只没什么意义。射到了我也打不了，有没有？射这个旁边的，哎咻，哇，哦，他冲过来了，哦，不要不要不要冲动哦。这个是马弓射手，
射死你们！多射一点，应该就有奇异物质吧？有有有，又掉一个了！太好了，又掉一个奇异物质！哇，还有小树人呢、欸！这里有没有？哎呦，不错哎、欸！而且一拿到好像就可以提交了，就是不需要，就我怕我死嘛，对不对？我死就没有办法了，就可以这样提交，它就可以提交到里面，身上的东西也就不见了哦，然后就存在里面，不怕消失不见，这个机制还不错。哎，我好像在这个湖水里面看到有趣的东西耶，这个青金石鱼，哎咻，青金石鱼，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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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千金石鱼是不是也有什么河川任务？我看一下好不好？淡水任务，千金石鱼，生千金石鱼六个。哎呦，啊不错哎，顺便完成一下有没有？来来来，这里还有，哎咻，那个杀两个，杀三个，噔噔噔，完成淡水食品。淡水食品完成之后，像鱼一样游泳，这是什么？炸鱼薯条哦，用马铃薯加这个熟青金石鱼加马铃薯，可以做成炸鱼薯条哎、欸，哎、欸欸、要四份，所以我要有马铃薯，我要回去种马铃薯是不是？我的农夫是不是要更多一点呢？好了好了，先不管他们，这个我目前做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这么多马铃薯。秋风又看到阿里龙了，继续射好不好？射死阿里龙！哎，我的这样弓箭是不是不太够了？而且我已经可以酿造，不是酿造，我已经有青铜。哎，没有弓箭了。我是想说，我已经有青铜了，我应该可以直接跟他打架吧。我来跟你砍，砍你，砍你，我砍你，我砍你，我砍，砍死了，砍死了，砍死了。他是要打几只？哎呦，他在咬。其实我他在咬的时候，没有什么角度让我攻击。哎，杀死四只，我已经杀死三只了。为了十点声望，我应该要努力一下，对不对？再找一下，杀完这个就回家，好不好？因为我现在没有弓箭了。其实没有弓箭就不应该在这里乱走的。最后一只阿里龙杀完就回家好不好？希望不要死啊！死了欲哭无泪，有没有？哎，这里好多阿里龙哦！哎呦，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剧毒，剧毒，剧毒，剧毒！好恐怖哦！剧毒哎！先退好不好？才三滴哎！我才砍出三滴哦！应该要绕一下，对不对？我咻，我咻，呜呜，哎哎，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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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的狮子去帮我咬了。我先对付这个小树人 baby 好吗？我的狮子会不会死啊？我有点担心呢、欸。哦，哎，哦哦，完成了，完成了！阿里龙，没死，没死。顺便有这一个。幻影飘出来，这算赚到了吗？赚到五点。好了好了好了，这一个完成了，完成先哎、欸，这个是重复任务吗？哎、欸、是哎、欸，也是重复任务。先回家好了好不好？回家还有这个吗？树人之臂可以用，别再鬼混了，别在这里混了。没有弓箭实在太危险了。好了，我们跳回到家里了。我拿出我的这个树人之背，好不好？我超多的，之前就打超多的。好了好了，有了有了吧，有了，呵呵呵，树人之背之后可以打击杀树人啊？为什么这两个没有颠倒过来？击杀树人，这样子我有15点，又有15点进账，95点呢，可以了可以了。没有军事单位解锁，解锁卫兵塔，哇哎、欸，还有多的哎、欸，还有多的，我再买一个市民小屋，哇，零点了，点数全部花完了，有没有？熟阿里龙肉，吃一下，
感觉好像蛮好吃的，好像很美味。接着我来建设我的卫兵塔，我想把卫兵塔盖在这个的旁边，军事单位盖在市政中心旁边，感觉应该蛮棒的，有没有？这是卫兵塔、哦，怎么感觉不像啊？一点都不威耶，一点都不威。先瞧个位置好了，然后换一个造型，石头造型，这个好像比较符合我们一贯的作风，对不对？石头造型的卫兵塔，门口在哪里？门口在这里，好像也蛮符合的哦，一切都蛮好的，除了这里之外，好像可以，对不对？好了啦，决定了啦 ，OK 啦，哦，这样行吗？哎，等等，他盖的是什么？啊，他盖的不是卫员？哦，他们每一次，我明明用的就是卫兵塔，盖什么市民小屋啦？建造选项不建造了，得我拆下来。生气了有没有？先把市民小屋放在箱子里面，这样子就不会做错了吧？我难怪我一直觉得那个不像是那个卫兵塔，这个像多了，这个才像卫兵塔嘛！真的是哦，气死我了有没有？换其他造型的，我应该要十字的卫兵塔。这个也太废了吧！啊，这一点都没有卫兵塔的感觉啊，一点都没有，起码要有一个高度吧。哇，哎，这个好像可以，可是好像没有一开始的那一个这么好。哎呦，我似乎找到不错的卫兵塔咯，这一个不错，这个。不但是高度或是大小都还蛮符合我们的水准的，而且没有压到水池哎、欸，然后在市政中心旁边，这个可以，好好好，就决定是这样了，盖下去，马上让我们的那个人有事做，这个盖下去，建造选项要石头嘛，一堆石头嘛，没问题，建造。噔噔噔，快乐安全。接着秋风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建造的选项有没有一堆鹅卵石石头全部都交出去，放在这个建筑师的栏位里面。哇，他这里面已经有半砖了，我再给你半砖，再给你石头，还有什么给你一些火把让你放在这里。哎，要腾出空间了，我直接丢在你身上好了，给你火把，这样子可以了吧？哇，想不到不小心就被我塞满了，有没有？这个要还给我了，你们放不下，一口气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了。我再盖了，再盖了。哎呦，酷哎！哇，盖的还不错哎。之后我们就可以爬到上面去看看，是不是？那个天空。天空有不明物体，飘起来会摔死，对不对？天空有不明物体，你在这边卡着干嘛？你为什么不去盖？你有什么事吗？你有什么事吗？你在这边卡着干嘛啦？找不到回家的路是不是？好了，我把这边打宽一点给你好不好？他在干嘛？接着我们来盖第二个市民小屋，第二个市民小屋应该是盖在这一栋的旁边吧，住宅区都盖在这里，好像不错。结果那个城镇中心这里竟然是矿坑哎、欸，其实我的城镇中心应该是我这一个营地吧，有空那个之后要改建的时候，市政中心门口这边应该可以变成一个广场，然后我家应该是盖在这里。预定地好不好？先把市民小屋放下去，预定地。